大。其实讲起来无穷无尽，但是政治是以人才为辅，人才要怎么出呢？其实自古以来讲儒学的，就是要研究怎么出人才。我们要继续读经啊，我这话讲不完的，一题没完的，是吧？你们有兴趣可以，反正可以上我的那个网页嘛，我也常常写一些东西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大家也多讨论讨论，好不好？因为我跟诸位讲，台湾进入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以下是一个新的时代，而且所有人都会动起来，而且因为科批的速度这么快，啪啪啪，所有人都会变得跑跑啊，速度都会变得很快，所以台湾会进入一个快速演化的时代，非常有趣。那我刚才跟诸位说，真的是个好现象，因为科批是采取妥协包容政策，基本上来讲。至少他喊出口号的这样，可以把许多矛盾可以处理啊。那这个比太阳花更成熟，太阳花是把问题掀出来，年轻人全面进攻党国体系及其衍生的这个衍生物以及它的历史的问题啊，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成熟的人是要做，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兼顾各方面，具体上能够做出来，事情要能够做好问题，所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契机了，这台湾也是兼有台湾，我跟诸位讲，这个真的是先把问题暴露出来，然后再能够好好的，比较成熟的大家一起来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底下我们都应该会很忙，更要懂得要培养自己，培养自己那个这个时代里头。需要人才，儒学大大可以帮助我们。那有同学问我说，那怎么科批从来没读过儒学，他怎么那么厉害，对不对？我今天早上跟这个我们一个中间一位同学讲，我说科批啊，他有一个本领，其实就是这个朱子在注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用四个字，什么叫明德呢？心之虚灵不昧啊，以御众理，以应万事的，这个虚灵不昧，心本来是虚灵不昧的。那为什么科批能够比较？当然不是完全虚灵不昧的，灵大家知道他智商高嘛，他是台大医院的顶尖的医生，医科就够难考，医生当中的顶尖的医生嘛，国医。那个国考第一名嘛，国考医生第一名，所以这个人聪明，但是他聪明的特色，他是亚斯伯格症的聪明，是的聪明。什么叫亚斯伯格症是聪明的？亚斯伯格症的人的智商特别高，为什么呢？他的心是全心是注意在他所注意的事情上，其他事情他都不管，这是一个特质，所以某些地方内自闭，但是他又不像自闭症那样不能跟人家相处，因为自闭是把外面整个封闭了。他是完全灌注在他所居的事情上的，那又从小长子长孙子，千万千宠爱在一身，那其他事情没有烦恼，所以他做起事情来就是啪整个下去，然后以他这个灵慧的智慧整个在上头，因此他能够做到虚灵不昧，听懂意思吗？就是外面事情他都不管嘛，所以虚掉了，懂吧？灵就聪明嘛，就啪一下。一句重理，事情事体就看得很透，能够应万事。但这个当然不是最顶尖的人才，最顶尖的是透过修养做到虚灵不昧，不是因为我完全只看了我看的事情上的，那就更高境界。科批，我认为还是一个阶段性的非常重要的人，但不是。终极的那个解决问题的人，他没有办法解决终极性的更根本性的问题，那更难。就台湾面对的那个更根本性的深层的问题，科批看不到的。但眼前的具体的问题，一个一个来，他是好手，急诊室的医生，懂吗？一个病人送进来，啪啪啪，我有几个资源，我现在有五个医生可以用，有几台机器，有什么资源，我运用这个东西，我现在能做到哪里就到哪里，懂吗？现实的问题。非常快速，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
台湾要快速的，有可能哦，这个北北桃机快速成长，有可能哦，能不能八年超越新加坡，我不敢讲，但是会快速的爬往前冲，这个我相信，大家会为之振奋，让北带、中、中带、南整个上去，台湾会快速的成长。所以柯P是应时而生的英雄人物，我对他期望是，我认为的蛮有希望，即使他大嘴巴乱讲话。那个什么派出所啊，这些乱七八糟，说裁就裁，这些行。但是台湾现在需要动起来，啊，因为过去20年动不了了，蓝绿的僵局卡在那里，好吧，吵来吵去。他们说大陆在拼命进步，台湾在搞文化大革命嘛。台湾其实不是台湾在搞文化大革命嘛，台湾在酝酿文化转型。那个工作是必要，就是往自由民主社会的建构的一个文化转型，一个历史反省、文化重建的一个转型，其实没有耗子，现在差不多了，台湾要起飞了，我跟你讲，怎么样？如果没有，只要不要去惹毛了大陆的话，台湾要起飞了，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社会上都会起飞。那因此，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很幸运的，所以很幸运，因为一般人很难到这种境界，就是虚灵的境界。那但是他这种虚灵不昧是可以处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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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的，啊，那他没有办法处理那种最根本性的，啊，全局的大问题，不是，但是医生也不需要处理这种问题，对吧？医生就是有病我治病，有病来个病治一个病人，所以这个人的体质要怎么样根本的改变，这个先不去处理这个问题，这是中医在处理的问题。中医在这样，中医处理这个人的体质是什么问题？这个台湾的文化或台湾的这个社会有什么根本性的那种问题？啊，那个科比不会去处理那样子的问题，但是目前也不需要。目前一般人无法处理，因为台湾的问题太深太难。啊，就台湾怎么一个小小地方怎么那么深那么难呢？因为它经过四个不同的统治阶段。从荷兰、清廷到日本，到国民党到今天，然后又有这么多变变化，所以台湾问题是非常难的问题，啊，又在中西交汇这个情况，台湾问题非常难，要具有知识是全方位的，各方面都要知道，这个没办法，今天一时出不了这样的人，啊，那所以现在就是有什么病治什么病，有什么问题出什么问题，快刀啪啪啪啪手术。外科医生最适合，啪啪啪啪啪啪啪，是吧？用虚灵不昧的处理，就是拿出良心来，就事论事。你们跟我讲实话，不要在那胡说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对吧？我讲白了，我们也不讨论什么宪法问题那样的问题，终极问题不必讨论，就具体问题一个解决。台湾往前走，先走个4年8年之后再看吧，懂吧？台湾今天这样对。应时而生的英雄人物。那我们读经呢，要为储备人才，懂吧？读经就是要储备人才。儒家是自古以来就是要讲政治、上政治的。如果你们上我可以知道，我以我们讲儒学的标准来看，我常常骂马英九，骂得一塌糊涂。这样一往前都骂了，这完全达不到以前人讲这个政治上的道理。这些道理用了几千年不是随便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就继续读经，好不好？培养自己。好，我们今天讲到哪里啦？子曰：下礼不能言之，岂不足争也？殷礼不能言之，宋不足争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争之矣。啊？啊？讲完了，上一次。嗯。讲完了。啊，对对，上次讲了，我脑子了。没关系。啊。科比太红了。子曰：“帝制既冠而亡者，不欲观之一。
这一篇，这一篇也是非常重要的。哎，我怎么把带两本这个前先这个问题带？那先请借我一下。不好意思，我尿一下。前先这么说，这个地啊，是周指，周天子之上，新天子不惜神主入庙，一献大祭于太庙，上至始祖，下祭历代之祖先合祭，谓之地，又称吉地。地者地也，欲合祭，列祖先后次序，当审地而不乱。又每五年一地祭，为常祭中之大者，亦在太庙为合祭。与群庙个别之祭不同，亦与交天之祭不同。诸侯为不当交天，然亦有地祭。鲁文公时，姬生其父，西宫于闵公之前。西宫虽为闵公之庶兄，然禅闵公之君位，姬生闵公前，是为逆嗣，春秋姬之。我们现在到底先停一下。第一，祭是最重要的这个大祭啊，新天子即位的时候要做这个大祭，上祭始祖，下祭历代祖先合祭为之地。所以换言之，他就把我的这个整个的来历啊，我今天所以德国这一个做一个总的一个回顾了。那么，这每五年又一地祭，这是一个大祭，合祭。那也提醒自己，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怎么一回事情？因为古人是家国同构的，因此这样的祭祀非常的重要，告诉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来源啊，它的来历是怎么回事。诸位刚刚听我前面讲，比如说台湾的政局会如何啊，或诸位如果有机会听我谈这个中国的这个建国的问题，历代建国立国的问题，一样的，你要明白一个事物啊，一定要了解它的来历，它怎么来的，它怎么诞生的，怎么变化的，怎么过来的，才明白它的，懂吧？就跟诸位了解自己也一样，你要了解自己怎么办？先了解我在什么样的家里诞生，我父母怎么养育我，我小时候的是怎么样子的一种境遇啊，这个怎么成长的？尤其童年、青少年期开始非常重要啊，然后后来如何，懂吧？然后我的祖父母是怎么回事？了解自己的关键就在这，研究自己的家族史跟自己的成长史。大部分人都没研究，其实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自己。坦白跟诸位讲，大部分人都不了解自己。那，地祭呢，是具有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就是我整个的来历，象征性的。那提醒你我自己这么来的，你平常当然就会常常去追想，去认识我怎么。我祖先怎么会有这么个国家的，明白吧？啊，得来都不易的。刚开始的始祖的那个精神是什么？为什么能够有建立这么个国家？啊，这些种种。那中华民国叫做国不为艰呢，从一开始一路以来都，其实真的是，每一步都是充满了许多的问题跟争议。所以到今天来讲，它也不太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讲中华民国蛮可怜的，从来没有成为正常国家过，在大陆也不是，在台湾也不是。所以，但是它又是一个能够保存了许多重要的事物的一个重要的体制。好吧，我讲这个事情让诸位明白，懂吗？对于古人来讲，这个地祭是非常重要，就我这个来历怎么回事，明白意思吧？像我们了解中华民国，了解中华民国的来历，同样的道理。
那诸侯呢也有地基一样，问说我这个国家的来历怎么回事，比如 鲁国的始祖怎么来的，一路怎么来的。那到了鲁文公的时候呢，姬生其父，西公于闵公之前，那这个是逆死，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因为他是他的庶兄，嫡子先继位嘛，嫡子过世之后庶子才继位，所以他一定要在下生于前，是为逆死，春秋姬之，定公八年加以改正，其实出于阳谷。那么以后呢，依然是西姬代，简言说依然西姬闵前，始张之地，但不止及地，因为孔子弑鲁在定公十四年，此时未有国上，定公之主，孔子已去鲁，不知不止及地也。然后始张之地，乃至五年之地纪，那所以这里是说孔子弑鲁的在定公十四年没有国丧，没有国丧，因此不是指的这一个用新君即位的这个及第，就是说第有两种新天子奉其神主入庙，这要旧天子死了，这才是及第。那这个时候，因为未有国丧，旧的君，这不是天子了，旧君未丧，所以不是及第，是一般的这个第，是五年之第，五年之这个第几，明白意思吧？第又分两种，一个是新天子即位的及第，另外一个是五年的这一个第几。五年之地级，那所以那这是地级，既冠而亡，冠是这个要就是祭祀的时候拿这个香酒献于司前，这么一个礼，孔子啊，这是在出现的这个做法。孔子不赞成鲁国的逆嗣，故于地区不悦观，因为鲁国的逆嗣，所以但是不愿意直接说，所以冠在迎申之前，冠毕后迎申是心理之初，心理之初就不愿意宽，就是我不欲观有辞，就是委婉言之了。孔子不敢不好。不是说不敢，不愿意说，我不愿意观整个地纪，因为这个地纪就是重大的事情啊。他说我不愿意，好像整个否定整个地纪了，就是地，只祭冠而亡者，在出现香酒于司前之后，我就不愿意看了。换言之，我不愿意看你鲁国的这一个地理了，委婉说，我只看前面一小段，出现有出现、中现、中，有初、中，还有中，终极的那个中始终的那个中那所以就是出现之后我就不愿意看，所以是委婉言之，懂的意思吧？就是我不愿意看，因为你会逆嗣的这个事情。那这一章这是前先的一个考定的讲法，后面也说了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一章是自古以来聚众纷纭的一章。集注的讲法就不一样了。集注说哈，陈王以周公有大勋劳，弑鲁仲祭，不得地于周公之庙，以文王为所出之地。
啊，这个讲法跟前因的不一样，就是为什么鲁国能够地济呢？因为啊，周公有大勋劳，故特别赐鲁这个重大的祭，这本来应该是这个王者之大祭，不是诸侯之祭，照这个朱子的讲法，啊，这完全不一样啊。那就是以文王为所出之地，而周公配之，可这不是礼，非礼，说是这样是非礼。那么故底下一样啊，冠者方季之始，这也是将神啊，所以啊，鲁之君臣当子之时，臣以未善，犹可观。至此啊，足以懈怠无足观矣。鲁季非礼，本无不与观。就是讲的也是有点勉强，因为刚开始有诚意，后来就没有诚意，这有点怪怪的，就基本上很难说啊。但是重点是这样，同样认为他是非礼，一个说是逆嗣的问题啊，闵公在西公在闵公之前，另外一个是说是非礼，为什么非礼呢？是以文王所出之地，周公配之，但本来应该是王者之礼，不应当为诸侯祭，所以是非礼，这不同的讲法。那所以那朱子说他是本来这个就是非礼，然后后来又懈怠，所以既非礼又失礼，照吉柱的讲法，同时犯两个错，一开始这个理就不对，然后过了这个季冠之后出现之后呢，他们又很懈怠，又比较懈怠，又失礼。那底下啊，他引谢师曰啊，他说这个孔子说，我观周道，忧利伤之，吾舍鲁何事矣？幽王跟厉王把这个周道给伤了啊！注意看，以前用道哦，孔子用道这个字哦，我刚刚用讲这个道，道包含可以说包含一切啊，政治、社会、宇宙、人生啊，宗教什么都在里头。我观周道啊，这个学术、艺术都在里头了。我观周道，忧利伤之，吾舍鲁何事矣？鲁之交地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啊！考之启讼以如彼，考之当今又如何？又如此。孔子所以深叹也，意思是说，启不足争也，讼不足争也。前面这句话，然后鲁又如此，非礼，那不就礼都这个不行了吗？孔子所以深叹啊。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下礼岂不出征啊，殷礼送出征，周礼忧利伤之，只有鲁还存之。鲁的这一个计又非礼，怎么样非礼或者不适合，我们后人讲不清，前面这已经说了，好吧？这一章是吵得很厉害，你们不读古书不知道，我们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吵法啊，这里不再跟诸位讲，这是非常有名的一章，有人大做文章说地计如何如何。啊，那什么治地者什么如治天下如是诸长，说这如何重要？其实我刚已经讲了，治地为什么治天下如是诸长？因为知道来历的意思。我刚在解释那个事儿，懂得地纪的意思的人，治天下如是诸长。啊，你懂得我们国家来历的人呢，治天下如是诸长，懂吧？啊，我告诉你，你懂得中华民国怎么来的，啊，你懂得这个国民党、民进党怎么来的。治天下如是诸长，我跟你讲，啊，就这么个意思而已，在我看啊，那这个地者，哎，但是以前讲这个，有时候讲的也是很多地方讲的，我认为也是有点太意识形态，就把它讲的很抽象，讲的很那个，就是如果知道那个抽象的观念的话，我一切事情都能解决，啊，什么一个伟大的一个地基的一个理的意思。地有什么伟大的一个祭祀的意思，我懂得那个祭祀的意思，我认识天下，我看没那么容易啊。我们学历史的看事情
不光是一个抽象概念的问题，连实际的人士都是如此。所以所谓周礼之衰，也不是诸位也不要以为说，因为他在祭祀的时候有一点失礼、有一点懈怠就衰，不是这个意思。问题也不在这个地方。啊，那刚刚说了，我为什么说我宁取前先的讲法，比较不取脊柱这个讲法呢？就是一开始就非礼，说是文王为所出之地，周公配之，啊，那这个事情从成王开始就搞成这个样子，一开始就搞不对了。那不西周一开始就不行了吗？啊，没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把这个礼要讲得太绝对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不可以拿，就是王者之祭，诸侯不可以祭，啊，诸侯祭了，鲁国这么一祭就非礼了，对不对？因此就要出什么很严重的大事儿。鲁国从来也没有僭越过嘛，鲁国不是一个去僭越天子的国家嘛，懂我意思吗？鲁国是以守礼民啊，啊，所以我说脊柱这样说就是。因为这个王者之祭不可以为诸侯祭，诸侯成王啊，这个因为一开始就是文武周公成康嘛啊，所以成王就错了，于是周礼从那个地方就出了问题了。到了后来又加上懈怠，那讲我直接跟你讲，还不如前天的讲好。前先是采取另外一种，前先大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不采这个说法。说是这个礼本来就是鲁国可以祭嘛，这到底是诸侯能不能祭，可以有不同的争议，因为讲不清了。啊，这个礼文缺失讲不清了。啊，我估计帝这个祭吧，鲁国是能祭的，不是说不能祭的。啊，应当是能祭，但是祭着祭着祭到后来出了问题了，于是。孔子说：“帝制既冠而亡者，无不以冠。”那这个问题到底什么呢？有很多猜测，对吧？前先是引春秋这个事情，说他应大概是有逆嗣，这个排位次序错了。排位次序错了，诸位，排位次序错了有什么关系？很严重啊，诸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排位次序一错了，整个帝统都错了。这个。你到底记哪一个统序，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另外一个系统的人会很生气，因为你现在是竖的这个系统记下来了，如果你把它位置排放上去的，那原来敌的那一系统怎么办？那一派人就可能心怀怨恨啊，在那出乱子啦，啊，宋朝人为了说到底我是要记太祖之序还是记太宗之序，后来吵得很厉害，是吧？明朝的大礼仪更吵，几乎是整个朝廷都要翻过了。以前不是无聊，因为那个就是他的统序问题很严重的，国家的这个正统到底在什么地方，很严重。啊，你说北魏末那个为了孝文帝的统序的问题也吵很大，然后高欢还认为说那个北魏为什么会这么快灭亡，都是因为那个孝武帝把那个孝明帝就是孝文帝的子孙的那个迁到家室去。他认为这是那个北魏灭亡的原因。哎，历史上这种类似的东西很多。来举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以前就牵涉到我这整个的这个统治，讲白一点，我这个统治集团的来历是怎么回事？这个不能不辨明白。所以逆嗣是件大事。那如果说鲁国有帝祭，从一开始就是非礼，怪。天子所赐，天子赐你一个非礼，产生如何严重的后果？那因此，诸侯都效尤吗？怪，所以我宁取前天这个讲法，好吧？朱子可能是担心说，是不是因为鲁国这么做，其他天下诸侯也都纷纷效法而有帝祭，然后大家诸侯都要犯这个天子？好像不是那个路子。诸侯后来犯天子，也不是因为你有帝不帝祭的问题。是吧？好，有问题。本意，先谈那个本意。
听说他们那个家那个庙是怎么样的的排法？就是七庙，天子有七庙，那个庙是这个七座庙在前面吗？七庙是七个庙啊，以前庙是七个庙，就是始祖之庙啊，左招右募，左招右募，左招右募，七个，听懂吗？啊，所以始祖不废，始祖永远在那里的啊。然后超过七个的时候呢，他就要迁，就是把那个比较远的那个迁掉，然后补上去，在你的我的祖。我的就是副主在往上排，好吧，然后往上顶，其他的东西就回到那个买了另外一个那个庙，平常不放出来的时候，五年碰到地基的时候，所有的牌位通通请出来在一起排，它是这样，天子七庙，啊，只有天子，天子七庙。诸侯就不是七庙了，还要分诸侯的等级。庶人是不是一般的那个士大夫是一庙，诸侯就分成五跟三，帮我查一下，大概是这样，以前是这样。那我们后来平民学这个东西的很有趣，你们看，就是你们可以看那个台湾或者说老很老的，或者像。当然安徽啊那种地方啊，徽州那种那个庙就是始祖排位很上，然后底下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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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楼梯一样的，然后下来。啊，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对，七五三一，对，大概是这样。它这么一个情况。非常有意思。那这个东西翻成现代化，就跟诸位讲了，你的来历了，这就是你的来历，我怎么来的？以前的来历是怎么来的？所以他我怎么来的都在这个地方。你有了来历之后，人知道自己的来历，人的存在的基础才会坚固，是吧？你的来历越清楚，我的存在的基础就越坚固。因此，对于这个中国人和华人而言，他以前没有存在主义的问题，他也不是那么需要上帝，也不是那么需要宗教，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存在的基础，啊，这他的主宗教，他是从主宗崇拜，主宗崇拜就往往比他的任何信仰都重要，以前是这个样子的，嗯。那我们现代化之后怎么办呢？现代化之后呢，不太可能回到那样的一个状态了。就现代化之后呢，我们人是存在的一个领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家庭，这个家庭通常不大啊，我们称之为一个最其实很难形容，也不能叫核心家庭。这叫一个什么词儿啊？就是真正跟我住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啊，也不能叫小，也不一定小，有的时候三代，对吧？就是我的这个最近亲的啊，住在一起的这群人，啊，就是这个家庭，这我们称第一个，我们跟我住在一起的这些近亲所组成的这个家庭，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我从属的这一个社会，然后国家，对我们现代人而言是这样子，啊，我们存在的状态改变了。那社会当中有我们的一些构成的一些团体，啊，群，那么有许许多团体，我们工作的团体、学习的团体，啊，参与的团体，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存在的界域。然后这些每一样事物也都有它的来历，都要弄清楚它的来历。那当我们弄清楚它的来历，而且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跟这个我这个比较小的家、这个社群，是吧？跟这个国家
都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生命就有根底了，明白意思吗？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根底。如果照儒家原来的精神的话，那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今天人，这个现代人讲，我们讨论政治跟社会问题的那个比例要比以前大得多了，因为我们家变小了嘛，社会国家变大，很简单，这就是我们的来历啊，是不是？这是自然的。因此这是儒家社会就面临了一个三千年会有的转型，因为以前来讲就是家是天大地大，对吧？皇帝天高皇帝远的，大家心思都在家上，现在家缩小了，社会跟国家放大了。以前也不太管国事的，一直到清末茶馆里写的物论国事，这当然有特殊的情境，一般人不怎么讨论国家大事，那认为也不，第一也不是我讨论的，这在上位肉是怎么无知嘛，那些做官的人讨论，跟我讨论什么关系，第二也跟我关系远，现在不然了，这个叫公民社会的崛起，这个是台湾，就领台湾是走在整个华人社会的前沿，如果底下这次能够顺利转型成功的话，我跟你讲，能够真正起来的话不得了，它会成为整个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模范，不要小看它。韩国跟日本都有所不及，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拜新文化运动之赐，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传统价值都颠覆掉了，所以我们在进行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那个实验。日本和韩国比较没有，就日本的新旧的那个，他们没有做整个社会根基的改变。那韩国呢？韩国是不是还很保守？非常保守。我到韩国去，发现我同辈的都好像比我，他的那种举止习惯都是比我老一世代的那种。那社会结构也不，尤其现代化之后，它又不容易变，那么现代化过程也会快速的变，成功之后又比较会稳定，所以，我觉得台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奇特，这是各种因缘和合，不是因为我生在台湾我这么讲，不是因为我生在台湾这么讲，就是一个，我的眼光从来不是只看一个地方。我是看全球的，看整个东亚，看整个中华文明区，然后这么看，哎，对，这个底下有大事儿，这个明白意思吗？香港没办法啊，香港没有这个机会，被大陆给扼杀了，中国大陆，他把扼杀掉。而且香港本来底子不像我们这厚，因为我们的中央政府到这里来，不是来假的。人才、教育、文化、思考的深度，香港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过去几十年，在台湾的这些知识分子从来在思考整个这个，以前当然说是整个中国的问题、中华文明的问题，现在加上台湾的转型的问题，台湾整个要翻身改造。这个变化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合在一起就会造成很特殊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场，坦白跟诸位讲，懂意思吧？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场，这事件的结果会很有意思，开始了，就今年开始了，新的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共逢其盛，非常幸运，数十年一遇啊，这不是常常发生的事儿。数十年一遇，新的时代开始，就是台湾战后的，一个是战后嘛，然后28戒严，戒严，第一个戒严，然后。野百合还是动这个上层，比较外层，太阳花，啪，从根就要开始挖了，这个是大动特动，
这个整个大洞，就这一次，今年开始，风起云涌，大家要动起来啊！有意思啊，多读书啊，多用功，嗯，这古书不是读假的，古书不是读假的，你们在学校里读那些东西用处不大。我坦白跟诸位讲，那都是枝枝节节、片片面面的东西，但是都是专家嘛，都只能读片面。当然，我专门研究政治学会比较懂政治，讲经济比较懂经济，但是往往都很枝节片面。那你的眼光也是有限，而且往往偏，就是，它有它的用处。哎，讲政治，我讲自由民主，啪冲啊！自由民主现在发光发热，确实也需要啊。其他人比不上，啊，他会领先带到，确实在时代的英雄，啊，我们也佩服也欣赏，啊，那真要看全局，要读古书，好吧？他教你就是，因为这种古书是看全局的，就跟中医是看身体的全部的一样的道理。西医是分科的，中医不分科的，好的中医什么都能治，全科。啊，这个传统学术也是一样的，学到经的时候。他看事情全面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理数全面看，看得非常的深，而且经过几千年的这个锻炼，当然不是玩假的，对，懂意思吧？古人讲经史之学，经史之学，读经研史，这是跟诸位讲一个做学问的道路。另外，宋朝再加上这个教我们修身养性。就怎么样在性命之上做功夫，从这个生命的根源上，这是一个大功夫，受佛学的影响很深的，就是要做这个澄澈心性的功夫，那是本领。因为讲那么多东西，你怎么运用那个功夫啊？这功夫怎么样？朱子讲《大学》之道，在于明德，心要做到虚灵不昧的状态，就能够聚万里应万事。不容易啊，虚灵不昧，千难万难。坦白跟诸位讲，千难万难，像爬喜马拉雅山一样，丢掉一层意识形态，还有一层意识形态；丢掉一个欲望，还有另外一个欲望；丢掉一个执着，还有另外一个执着。翻过千重山、万重顶，攀到绝顶，千难万难的事情，这是圣贤功夫，虚灵不昧。好，有没有问题？老师，那个朝暮，就是祖孙是同朝暮，那父子是异朝暮。那对，那这个是不是在我们一般的认知说，是不是因为祖孙和之间的亲情那个感情比较深、比较近一点，就是他没有那个隔阂？那所以说，他们古人在排的时候就把它排成朝暮。这个不是应该是不是这样去想的啊？这个张公的问题讲不清的。张公只是说认为这跟商代它是有两个那个系统轮流执政啊。他说张公的起源这样，学界也不见接受这个讲法。那也有。可能猜测是说，因为祭祀的时候为师，啊，祭祀要有师，就是我祭师，是，这个是拿孙子当做师，懂吧？祭祖的时候拿孙子，小孩子这边，祖宗的那一个血气灵气，啊，灵气是托付在小孙子上的，父亲在底下跪着拜祭这个孙子，祖先附托在上的神明这么祭。这是不是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招募我也不明白，不同的说法不敢说，但只知道一直是这个样，始祖左招右募，左招右募排的，懂吧？还是这样子的啊。老师，那个师是代表什么？始祖，比如说后稷，对不对？文武成康，怎么往下排啊？周至。可以再查一下，周至的时候祭祖，还是祭文王不对，祭文王，因为文王得天命，可是后稷也放，
帮我查一下那个排位的周至排位，这短文不能查到。惭愧，这我应该要讲明白。不过基本上来讲就是这么排，还是不同的计有不同的方法。我一般是计文嘛，我们在前面，啊，有没有问题？那个讲说，献酒以之献祭于诗前，那个诗是不是你就？哎，就讲那个诗对。哦。诗。古人是这样的，很有意思像这个地祭的灶，在朱子这边讲法是文王所出之地，可周人又以后祭为始祖，所以这个到底什么样？地祭不该我查一下，这牌位怎么放？课上，因为一方面我父亲住院了，另外一方面我自己也太忙，所以我很多细节没办法去查考，只能在个大意上大概是这样，大意上不会出问题，细节上我可能要再查一查，到底排位怎么排，我也搞不清楚。应该没排位。这个严重了，外省人没排位是个大问题。不晓得这个问题深了，我跟你讲，没排位就没根，就没根，所以外人叫做失根之草，然后自诩以为失根的兰花，其实是失了根。老师可以这样解释吗？就是排位不一样，就等于换个祖宗。排位不一样。对，就是我拜的祖先如果不一样，是不是我就换了祖宗？怎么会拜的祖先不一样？我听不懂为什么会。你说你原来拜这个祖先，可以换另外祖先拜吗？就是说那个排序不一样的时候，所以说的祖宗其实就变，可以这么说。没有，不要简单这么说，因为他的始祖不会变嘛。如果照这本始祖不会变，他是这一个顺序变嘛，是吧？因为他把他的父亲西宫给予女宫之前。那西宫的位置就高了，对不对？那因此西宫这一系很高兴啊，那闵宫那一系怎么办？他不生气吗？这就会产生政权上的争执，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倒不能说祖宗变了，但是就是说谁大谁小，那谁大谁小的问题啊，这很严重。那政治，因为尤其以前是贵族共治，但如果是说以所谓的嫡子跟庶子，宗庙不是还有区分？确实应该区分，所以应当不可以把西宫放于闵宫之前，因为闵宫是嫡子，西宫是庶兄，一定是嫡在庶之前，否则一定会打架。他一定要把顺序定得很清楚。是嫡庶不会，不是不同宗庙。他记得位的，当然都是要在同，都在这个宗庙里面拜。他不即位，那就根本没有被拜的资格。是啊，素的话还没有被拜。他现在拜的都是这个前面的列祖列宗啊。对，但我说他不能在国家的宗庙里头拜，不能在太庙里头拜，一个私家拜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当然是因为。西宫当过这个君王嘛，所以才能够在国家的地祭里头去拜他，否则轮不上的。就跟我们现在当过总统啊，所以能够那么高级官吏，不是高级官吏，当过总统了，所以列入国家的这个谱系了。
还没其他的问题。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